阳为地球生命的起源，海洋中的水孕育了万物，形成了天、雨地、森林与湖泊、河川与沼泽、雷电、风雨，形成了你，形成了我。仔细观察水，即可发现一切佛法道理皆如水。水可净，水可动，水可刚，水可柔，水可热，水可冷，水可见，水不可见，水可清，水可浊，水可来，水可走。水可沉低，也可沉海。水使地球充满了活力，使万物充满了变化。水是世间万物最好的受植，也是维持人类健康最重要的元素。我们的身体每日饮水，饮入的水接收了我们体内的废弃物与毒素，将它们带离我们的身体，排出体外。当我们全身疲劳、心杂烦闷时，只需将身体泡入水中，立即放松与平静，因为水带着无限的包容与慈悲，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心中对孩子那股
源源不绝的爱与关怀。想想每日我们无需担忧，取用这大地母亲无私的爱与关怀，是何等的祝福。想想此刻我们的身体之中，不就充满着这份爱与祝福，流动着我们的全身。这份温暖正在我们的体内不停地流动着，从头皮到双眼，从双眼流到了嘴里的唾液，扩散到整个脸颊，顺着深呼吸与食道的吞咽，这份爱进入了胃与消化道、小肠与大肠，这份温暖流动到了我们的肝脏与脾脏，肾脏与膀胱，我们在腹腔中感到被这股温柔流动的爱包围着，我们也是以这股温柔与爱的流动孕育创造着我们的下一代。每一个被孕育出来的生命，每一个我们都是大地的宝贝。大地母亲一直奉献着她无私的爱与包容，围绕着我们周遭的一切，仔细地环视我们的周围，眼睛所见的光、颜色，所有生命与物体，眼睛所看不见的空气、水汽、风与温度，全都是爱
与祝福。顺着生命的河流，或许路途遥远，或许过程蜿蜒，波涛汹涌，最终我们都将流回大海，成为一体。在那里没有你我，没有是非，只有创造出更多的爱与祝福。无论此刻的你遇见什么样的难题，不要低头，也不要气馁。这些考验最终都是一份体验与一份深深的祝福。感谢每一个努力游回大海中的我们，感谢这个世界。